又要来游乐园玩了，然后应该也是最后一次来休假日来游乐园玩。然后他今天是第一次休假日来玩，第一次。全今天会玩什么云霄飞车呢？今天除了最恐怖的 Impulse， 其他都可以玩，其他会玩。OK， 然后我们的第一站又是 Yeah guys subscribe。Flying Tours 现在的人潮已经排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今天的人，这个设施目前是我，就是我现在工作的设施，所以等下的同事应该有一半都认识。然后，因为这个设施就是每次都是排这个，所以我每次来玩都是第一个排。对，我要发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那么长。你可以再讲一次吗？第一次排到 Flying Tours 的队伍，之前都是站在那边负责帮忙。真的很长哎，这30分钟真的要排很久。对，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放来给大家看。然后我平常就是在拿箱子，然后这边有一个测量的，就是要帮忙称重，然后要按这个测量重，然后这个 prepare to board。下雨天，我们现在要准备去玩水的游乐设施了。然后之前我们，因为它之前都没有开放，然后上个礼拜才开放。然后我之前有在那边工作过一天，然后现在要去玩，超期待的。结果那个水的设施现在没有开，所以我们来玩 Black Diamond。Black Diamond 也是我。是有在这边工作大概5天6天吧，对，然后它算是一个小型的云霄飞车，但也没有很云霄飞车。这边就是我平常工作的地方。准备出发，被带门的同事。要去玩这个纽西兰，在 Black Diamond 旁边。这边就是 Knoble 的历史，就每个游乐设施建造的历史，超酷的欸。来找一下 Roto Jazz Hunting Mansion。 我们在的 Tornado 是最新2021年才开放的，里面最新的。然后这个是 Knoble 的角色，然后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一只跟那一只，就是我跟他们拍过照，看就是有点像是迪士尼的米奇米妮的感觉。我们现在要来玩这个身后这个 broom， 就很像六福村的火山历险。然后它终于开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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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可以开左边，对，就是这样。哈哈哈哈哈哈。
行，我全程都在叫，我没有听过。有了，中间停大概三秒，三叫，全部都是你的叫声，整部影片都是我的叫声。Yeah. Hello. And I scream all round, all trip.下一站 Haunting Mansion， 各位到。And the blaster. You can switch between these weapons by tapping the button marked with a 1 shown here. How wa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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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was it?刚刚那个 laser command 就是很像枪战的游戏，然后它会把大家分成两组，然后就开始射，分成蓝色跟红色，然后就是它会，但是它的计分是个人计分，然后对，我觉得蛮好玩的。我们下一个要玩的游乐设施是 Twister， 也是一个云霄飞车。原本6块，员工价要变4.5块。然后这个视角刚好可以看到云霄飞车出发。Look at me, look at me. Bye bye. 来搭摩天轮，然后这次也是第一次搭我们游乐园的摩天轮。大家看一下这个摩天轮转的这个速度 ，Oh my god！I didn't say that. Oh, I'm afraid of heights. Check it off. If you're afraid of heights, why didn't you get on the Ferris wheel? Yeah. You could have went with Mercury. Mercury went to go get food. I want to play, but not still here. Then, 然后这样价钱多少？10块，然后我们打完折7.5。好咸哦！盐巴加很多，啊，他们都是盐巴。上面这个白白的，很好吃。但我觉得面包本体是好吃的，很热很烫。炸！我们现在要来搭类似游园小火车的游乐设施。耶！小火车 ，Go Go！
现在已经开始 last day 了。Okay. You graduate.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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